好，谢谢啊！欢迎大家来到英俊秀，我是裘英俊。本节目由优思来水鲜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最近啊，我有一感受，就不爱上那朋友圈了。为什么呢？没劲。不是晒婚礼的，就是晒孩子的，对吧？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我这些朋友这个人生境界，怎么都这么接地气儿呢？啊，你就不能晒晒？ 谷歌眼镜啊，晒晒法拉利定制版的微图手机吗？就不能晒晒昨天你刚尿那被子吗？尤其啊，是那些个秀恩爱的啊，晒钻戒之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们就不知道你们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别人的家庭团结吗？上回我老婆拿我这手机看朋友圈。 啊，看着看着跟我急了，你看看，看人杨子，送人老婆大钻戒，咱俩结婚什么事都没有啊？又看看，你再看看，看你们那儿那小女孩那牛牛，又跟男朋友吃西餐去了，你可倒好，成天带我吃那黄焖鸡，还有你看人家于丹，啊，带老婆都去普吉岛度假了，你带我来趟秦皇岛也行啊。我呀，一边挨我老婆数了。 一边呢，我也能看见于丹老师在那上传秀照片，转头立马我给于丹打一电话，我说于丹，你不像话了啊！你这晒这照片可引起我们家庭矛盾了，知道吗？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这个出去旅游这么多趟也没看你上传过照片，今儿怎么跟疯了似的？那传那么多，赶紧都删了。再看于丹那边，小声跟我说：“英俊，我跟你说没事儿，因为这次是跟我老婆出去的，可以传。” 爱情这东西，转化到现实上，那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剩男剩女，啊，据我分析啊，并不是剩男剩女们不优秀。你看啊，月薪3000的男士，希望找到的另一半呢是受过良好教育、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女孩，啊，而大学本科毕业的女孩呢，她们希望找到的那是月薪5000的白领。 而月薪5000的白领呢，他想找的是有一定经济基础、能一块还房贷的；而能跟你一块还房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士呢，他们要找的是月薪上万的成功人士。月薪上万的要找的，那就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了。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就是我老婆呀。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儿聊一聊什么是最美丽的爱情。你就说我弟啊，前几天跟一姑娘表白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你看啊，这个咱俩都找不着对象，我也没什么钱，你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咱俩就凑合过得了。 这姑娘她跟我弟提爱情，其实吧，爱情这东西啊，不就跟内裤似的吗？穿不穿有没有谁知道，对吧？咱讲文明懂礼貌，不是人人都能当超人，不要总把爱情拿出来炫耀。前一天啊，还听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在某个医院的急诊室的走廊里，一对恋人呢吵架。 大概觉得吧，可能反正守着急救室，啊，连叫120的费用都省了。打吧，那男的啊，暴脾气上来，打开随身包，掏出一捆钱，往这女的身上砸。你以为砸一捆就行了？那是练习瞄准，前前后后砸了10捆，100万，钱撒了一地，大家都看傻了。 没人敢捡，他一弯腰性质就变了，那不成抢劫了吗？后来听说了啊，是这个男的呀，嫌女的移情别恋了，拿钱狠砸。其实我真想跟那个男的说，我也会移情别恋，砸我呗。在享受爱情的同时呢，就不能不提防着啊，爱情给人带来的痛苦，啊，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能做到坦然面对，其实也是一种成功，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初恋，都是做到爱过就可以了，啊，小超有这么一段感情啊，结束的时候，他问这个女孩，你看咱俩也差不多了，是吧？也该分手了，我想了好长时间，我还是得问你这个问题。女孩呢很羞涩，别问了，我没有爱上过你。再看小超，不是，哎呀，你这，我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是问你淘宝上绑定我的银行卡应该解除了吧？对于这个爱情的理解呢，也是1000个人的眼里啊，有1000个哈利波特。啊，我们这儿那个小编导牛牛，啊，一小女孩，她就跟我说了，啊，说这个邱老师，其实我觉得啊，爱情这东西挺简单的。啊，我以后要是有一个对象啊，即使他每个月给我1万块零花钱，钞票皱皱巴巴的，啊，即使他给我买市中心繁华地段酒店式公寓，啊，可能呢临街有点吵，啊，即使他不给我参加工作的机会，要求我每天只能吃喝玩乐，我都不会怪他。我认为爱情就是那么单纯而朴素。哎呀，有时候我们总说啊，你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老婆啊，这个时候呢，我的状态就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鸵鸟，把脑袋扎到地里啊，你幸福你的。可是呢，咱们有时候还有这陋习，就是随份子啊，那就相当于啊，你吃着龙虾鲍鱼，我吃着泡面鸡爪子的时候，还有省吃俭用拿买泡面的钱给你那龙虾鲍鱼添砖加瓦，你说我们见不见啊？你看就拿这个月来说，我天天随份子，结婚生孩子的啊，什么亲人过世的，那这都是人生关键时刻呀，对吧？都得随啊。从这儿也发现一个道理啊，可见人生的关键时刻最缺什么呢？还是缺钱啊。问你们个问题啊，你们都有对象吗？啊，都没有。哎呀，你们都是说谎的高手啊！自从这个婚恋市场化以来啊，讲究那叫供求关系，每个人都跟操盘手似的，且得往深里分析了，一边分析一边砸钱。什么是经验？那必须得吃一堑才能长一智。你看我这个面相，就知道是常年吃堑形成的，可爱吧？忒欠了啊！以前啊，找对象都找那好看的。但是好看能当饭吃吗？对吧？这里我是郑重的告诉你们，好看确实不能当饭吃，但是好看绝对能保证不让你把吃进去的饭再吐出来。而且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啊，长得好看啊，不光能当饭吃啊，还能让别人喂你饭吃，对不对？亲爱的，你再喂我一口。嗯，亲爱的，我问你句话。你除了喂我，你还喂过谁呀？狗。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啊。好看的也并非都是外在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啊没有内在的美，那外在的美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年头找对象，那得找有才的，啊，我就奔着有才的去的。实事求是的说啊，才女啊，一般在形象上。跟美女呢，还是有一点落差的，啊，但是哎，这里又有但是了啊！但是，才女们是很会打扮的，啊，毕竟把自己因地制宜的变得漂亮，不是一件特别需要智商的事儿，啊，人家姑娘知道约会的时候用及膝的小礼裙啊，搭配上香奈儿风格的短外套，这样能凸显自己美丽的小腿。还能掩盖偏于矮小扁平的身体，恰到好处的穿双红底高跟鞋，画一脸日式淡妆，带着情人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蒙迷表情，逆着光迎着你的视线出现。可爱吧？我当时要是看见这情况，那眼睛瞬间就大了。只听那个姑娘娇滴滴的对你说：“我当时要是看见这情况。”那眼睛瞬间就大了，只听那个姑娘娇滴滴的对你说：“你咋才来呢？你走啥去了？你个龟孙儿！”有人说啊，爱情之中啊，很忌讳彼此的束缚和捆绑，啊，大家要彼此完全的信任。可是我想说的是啊，要是一点束缚跟捆绑都没有，那恐怕连信任的基础都没了。女人都喜欢猜疑男人，而男人最讨厌的就是女人猜疑他。为什么讨厌呢？因为女人猜的往往都太准了。今天啊，你看啊，说了这么多关于爱情的话题，其实呢，可能每个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啊都是不同的。在这儿，我也特别想问我那搭档杜沁怡啊，她憧憬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掌声有请杜沁怡。Hello， 大家好。张静好，大家好。哎，你看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爱情方面的话题啊。那你憧憬的爱情会是什么样的呢？哎呦，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像这个张国立跟蒋雯丽老师两口子这样啊。不，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特别幸福。不是不是啊，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人家张国立老师跟邓婕是一对儿，啊，对吧？蒋雯丽跟顾长卫导演，人家有爱情啊。那这个张国立跟蒋雯丽这怎么跑一块儿去了？不是我说的爱情，是他们两个之前带来的一部戏，8年前那个《金婚》，大家都看过吧？哦，哎，这种相濡以沫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哎，你还别说啊，其实这个仔细品味起来啊，这个真正的爱情往往都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对啊，你像年轻的时候，一般两口子就是老婆老公。对吧？啊，对对对。中年的时候就是谁谁他妈，对吧？到后来就变成老婆子、老头子了，对吧？到最后统称为我说那谁，就越来连名儿都没了。但是可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今天啊，我们也是啊，请到了刚刚你说的啊，张国立老师和蒋雯丽老师，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戏里戏外的生活。我们掌声有请张国立、蒋雯丽老师，欢迎。我是听着你们说那个老头子、老婆子的时候，我说走老婆子，老婆子，因为这个。让二位老师这个先跟我们天津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这个先给现场的观众打招呼啊！各位好，各位好。嗯。谢谢您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哎呦，天津话！我跟国立，我们俩都是天津人。哦，您也是对对对，祖籍，那咱4个都天津人，哎，可不嘛，太好，咱都一门口的，穿相像是吧？那蒋雯丽老师，您是祖籍天津啊？那您是生在哪里？生在安徽蚌埠。哦，那蚌埠人，比如说要是问好的话是怎么说？您教我们一句，郭丽。哎，嘛事儿！我这么说，欢迎收看我们这《爱情最美丽》。用您的家乡话怎么说？欢迎收看《爱情最美丽》。哦，有点像吗？特别像，特别像。谢谢。那国立老师应该就是我们地道的天津人。我生在天津，对。哦，生在天津，6岁离开天津。而且国立老师天津话说的也非常的纯正。那应该是没问题。谢谢大家那么给我面啊！我就是带着媳妇回来了，欢迎欢迎。哦，咱这绝对算是老乡见老乡。我跟你说，英俊，你这样不对。这我的偶像都来了，我爸我妈的偶像都来了，你让人站着太不合适了。对呀，我下面就要说这个问题，咱们接下来咱坐着。我已经看大屏幕上写着上沙发，我早等着呢。来上啥法了？我觉得这4个人都能坐。我们俩坐前面，我们俩坐前面，他们俩坐这儿。这么聊，你看看，省着点，省着点。嗯，哇，这么长，能叫大腕儿？大腕儿就费啥吧？对。咱们这是准备躺着采访吗？行。太不了解我跟蒋老师怎么想的了。其实需要一个就够了。坐下，那就得跟二位老师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您看前面也说了好多关于爱情方面的话题，是。那这次您二位出演的这个戏叫《爱情最美丽》啊，这是您二位第几次合作了？第三次。对，虽然是三次啊，年头可长了去了。怎么呢？有多少？这是我们两个三部戏，是我这一辈子演过的夫妻时间最长的。你想想，一部《金婚》，我们俩就50年，对不对？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嫁给我一回了。哎，那一次虽然把我甩了，但是他最后的命运不太好，因为他甩了我。对，后来终于找着我了，我们俩在一起过了50年，是吧？到了现在，这个爱情最美丽，我们俩又一次成为夫妻。嗯，当然这回成为夫妻的难度大了一点，一对冤家。哦，这回成冤家了。对对对对，你想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就死活不想见面。一姓牛，一姓马，他叫牛美丽，我叫马景奎，牛马不相及的事儿呀。你说他俩就老在一块儿，接着说，对呀，哎，你们俩真像说相声。我听国立老师逗哏。戏里您是演一个跟体育有关系的人，是吧？对对对，体育老师，中学体育老师。哦，那生活当中您对体育是形式上吧？形式上踢过足球，踢后卫，右后卫，明星足球队。哎呦。一共踢过大概有个5、6场，嚯，都输了赢了，都是赢了的。那您这明星队里大概都有谁啊？我们的场上队长赵本山。哦，这个队还真能赢是吧？我们都跟他们说好了的啊，让我们赢啊！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形式，因为我踢球的时候经常觉得球场站起来了，什么意思？因为我摔倒了。哦，怎么球场站起来了？您这个包袱太立体了。那这个戏，国立老师您是导演是吧？对。啊，那这个戏中啊，这个女友是您亲点的吗？那当然了，那肯定是，别的不是，这是一定得是。但是我还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啊，什么？人说这个戏里头啊。这亲密的接触很多，你怎么老说这玩意儿呢？你这个庸俗，这个我都想的就是那事儿。不是，关键是你应该说到什么程度？我这样的，到什么程度？因为国立老师说，一看到这剧本，马上就想到了蒋文艺老师。跟这有好多亲密接触有没有关系？剧本上没有一点亲密接触的戏，哦，都是您加的，都是我加的，这叫以公谋私嘛，这叫顺手牵羊。这个导演在片场是个什么状态？会发脾气，还发脾气，做的不好的时候嘛。那是什么样的？什么样子的？什么情况下国立老师会发脾气？跟蒋老师一般都是这样，你怎么这样的？跟你肯定是怎么这么回事儿了？还有是这么回事儿，不一样。原来明白了啊！这个张国立老师这个表情上啊有一个开关啊，只要看到女性的演员，哎，他就这样了啊。那这个国立老师跟这个顾导在这个导戏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哎，不同的地方。就国立拍戏的时候，对我是这样子的。你怎么，哎，这样？顾导是你怎么这样？顾导的那个方式，顾导是对我对邓老师的方式。既然聊这个爱情最美丽啊，其实也想问问这个蒋老师和国立老师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爱情是最美丽的爱情？只要是爱情就是美丽的。真的？哇！境界一下拔得非常高啊，国立老师都不太好接了。我就好接啊，同意蒋老师的意见。爱情这种东西啊，无法用一个标准来去恒定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生活中的所有的，也许你觉得你爱情是遇到不幸，但你千万别那么想，因为那个人他不适合你，是你找错了。你要改正了错误，还有一个人在另一处等着你，那个爱情也是最美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觉得拿生活和戏来相提并论，生活也许复杂的多，但生活反过来说也美好的多，非常有哲理。那咱这样，这国立老师说到了啊，这个生活当中爱情可能。复杂的多，但是要美好的多啊。那么如果以这个满分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国立老师，您觉得生活当中您跟邓婕老师啊，还有蒋老师和顾导你们的爱情能打多少分？张老师，你先说。啊，这里就不够意思，就有戏啊！这个就是我贾老师说完了，你不好说了。我觉得生活中的这个东西比戏剧里的东西要精彩丰富的多，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各种滋味都有。你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打分，我们没法打分。你是没法打啊，我是有法打。啊，那你打。嗯，那我跟邓老师就是100分。100分。您是浪漫的人吗？我是那个慢的人，浪字我确实还没有。生活当中平时，比如说在家你，因为工作都很忙啊，但是比如在家谁做饭啊？有的时候会不会自己亲自来下厨做几个菜？我在家里不做，您不做饭？对，因为那个会煮方便面，媳妇太能干了，对。哦，但是我确实是给他们露过一手。嗯，什么？擀面条。面条，手擀面，和完面以后，拿一擀面杖，把那大坨面你一点一点的压平了，然后一卷，咔咔咔推过去，再拉回来，推过去，再拉回来，再换个个，再一卷，咔咔咔撒上面包啊，天津人叫面包啊，对对，咔咔咔一卷，然后哎一叠好了以后拿刀，啪啪啪一切，煮面去，露过一手。哦哟，有机会。一定得尝尝国立老师的手擀面啊！那国立老师，您看啊，您这个说吃啊，虽然说刚就说了一样，我们感觉您还是挺精通的。那您为什么后来没选择，比如说做厨师啊，或者做其他行业？为什么选择就做演员了呢？我小的时候是个工人，铁路工人，是因为我会说普通话嘛。哦，这就可以了。普通话哦，会说普通话就行。对，当年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需要一个报幕的。哦，我呢就拿着毛主席语录站那报幕。嗯，啊，我那个时候就做主持人了。哦，所以我主持春晚是有历史原因的。哦，前辈呀，太前辈了，太前辈了。然后招到文工团里头了，招到文工团里就是文工团培训。嗯，选我进去的时候还不是演戏，是跳舞。真的假的？哎呦！后来发现我这腿实在是压不下去，老师说我看走眼了。我说对，你也有走眼的时候。这国立老师，我们印象当中以前的演皇上，对吧？要不就演一个大学士，哎，都有文化，又有权力，又有机智。您怎么最近总演窝囊了呢？但是他是呢，表面上看着窝囊，心里不窝囊啊。嘿，您看您说的，我跟他刚想跟他说，我现在是回归自然了，本来我就是一窝囊人。那这样，我们啊是找到了两位啊不同时期的经典的角色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来，我的妈呀！这个找了这个，你忙你的呀。这编辑部。你怎么就不能跟我们大哥多说几句啊？哼，对不起啊，我没经过您同意，甚至都不知道您叫什么，我就把您叫哥了。怎么还这样？您不介意吧？哦，这是金口玉言啊！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验收益，收集练到你的嘴，嘴巴练到你的心。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哦！你们这些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啊！再这个样子下去，那个手机就不是手机了，是啥子？手雷！手雷！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管那么多爪子呢？爪子！文老师，你是一个人民的教师，你是有文化的。你高姿态一点嘛！到底谁是你老婆呀？当然你是我老婆了。钟镇，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千辛万苦到了山西，没想到是我把你给闷死了。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了，英梅，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不是？啊！你这2天不玩我一回，你心里头特别别扭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英梅，我要是再信你，我要是再让你给骗了，我就他妈不姓马我。太经典了啊！我想先聊编辑部那个，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怎么还有点默契？哎呀，有点国力。哟，你怎么把本色演出来了？真的挺出彩的。我还记得那时候看这个戏的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拍的时候，那赵宝刚和冯小刚导演他们两个，那个时候是，就是看着那个，我就在那演着，那个摄影师就在那抖着笑。就听那赵宝刚喊：“摄影机抖什么呀？”很新鲜，但是因为每一个来的都是非常演戏非常好的演员，嗯，有的时候你内心里就是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也在想，哎，你怎么让这个角色让人过目不忘？嗯，所以你就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嗯，就像你们两个主持节目一样，为什么听说你们这节目是天津收视率最好的？嗯，我今天一来，我知道为什么最好，因为两个主持人嘴都挺利落的。哟，涨工资啊！其实主要是男主持人会比较多。那个国立老师除了这一部戏之外啊，后面我们看到忽然就高大上了啊，嗯，开始演皇上。您怎么一下就能找到这当皇上的状态？找不着啊，不是那么好找着的啊。我这个那时候穿上龙袍，我们拍的刚一开始就拍的是大殿上的戏，就上朝的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嗯，因为这身龙袍穿上以后，真的是觉得有点架不住，嗯，心里头也有点犯怵。可是那个特别感谢那时候，当时我们这演大臣的全是各个剧团的那老演员。我这往那儿一喊咔了以后，这往这这么一塌着一坐，这老演员都上来。皇上，您不能这么做，您九五之尊，您得做好了。哎，他特别，他旁边就监督着你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得架着了啊！你跟他们说话，他们都哎呦，就是你穿着这个黄袍的时候，你只要往那一走，这帮所有的大臣见着你的时候，全都是哎站在那儿这么一低，哎呦，让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感觉大家帮着你营造这个气氛。于是我架了3天，我这么架了3天，等这个大殿的这3天戏一拍完，我发高烧。为啥啊？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心想我架不住这身黄袍，哦，那高烧以后就好了，哦，就越演越对了就，哦，开始不行。最后一个那个1942演的那么可怜，反而我笑了，哦，笑了。它是一个对比，它对比出来的一个效果。刚才是一蒋介石，呱唧这个就是因为蒋介石把这老头给弄成这样了，知道吗？它是一个对比，但我没有笑，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还是很难过。到最后你们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肿了，都不是瘦了。人饿的时间长了以后会浮肿，为啥不是真要饿？真饿？为什么呢？这饥饿的感觉是演不出来，我们是一直生饿啊，第一个月非常有效，嗯，二十斤，哦，第一个月就减了20斤，看着这个人就垮下来了，人就，但是到第2个月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浮肿了，每个人都是浮肿，嗯，您这一饿了几个月呀？5个月，5个月，饿的那个空气中所有的食物的那个味道你都能闻到，一会儿飘过来说，哎，这是烤红薯的味儿。一会儿一人走过去，这人刚吃过饼干，就肚子里都闻见了。就这个他口腔的味道，你都能吃的味道，你都能闻到，你知道吧？就只要是食物，你都能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饥饿的时候，是他居然是这个样子的感觉。我们因为做演员，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演员其实这个是最痛苦的，就是老得饿，所以经常会感觉到，就是说饿的时候。会觉得那个食物的美妙，哎呀，就是觉得能吃是一件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可是做不到，所以我当不了演员。我想要胖也是很困难，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为什么？这一点蒋雯丽老师有感受。是吗？哎呦，我都看不出来蒋老师啊，这要跟我演角色，我可不用这女演员。是挺辛苦的。可不，这要是接一个瘦的戏，一个胖的戏，一个瘦的戏，一个胖的戏，一个瘦的戏，你当猴皮筋儿呢？而且我是演完那个立春，当时增了30斤。嗯，之后接着就演了《金婚》哦，然后3个月之内减了30斤。哎呦，怎么瘦的？您告诉我吧，我就从来没瘦过。就是他刚才讲的，空气中的味道全都能闻得到，就是不吃，就是不吃。对对。哦，哎，然后胖的时候就是吃，就猛吃，哦、那个时候觉得好幸福啊。那咱们这样，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蒋雯丽老师塑造的不同的角色。好，我给让开。实在是男孩大了留不住，这才来投奔您来了。您老好歹得收下他。您只要收下，怎么着都成。王老师，找我了？你要没什么正经话，你就走人。你家里事你不管不顾，我还得伺候老的，伺候小的，我还得洗衣做饭，你就永远这样。 永远抱怨，永远指责，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你永远都不会满意。我就是这样，怎么着？我看你往哪跑！让我下来！让我下来！李仲，来杯黑浪。来了。哎。 小姐，你有没有礼貌啊？哦，对不起，小姐，挡着你了。不过我想这位先生更想跟我说话，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这女的化成灰儿，我们都能互相打个招呼。我现在看出来了，你们家就没一个好东西。你骂谁呢你？我骂谁？我骂你呢！你就是一个骗子，她是你老婆吗？妹子，我告诉你，她就是个江湖大骗子，你千万不要跟她，她就不是个男人。谁不是男人？我告诉你，你就是一死变态，你相一千就为。 郭丽老师，还疼到现在还疼，哎呀！我恍然大悟啊，这个导演给我的台本说这戏里郭丽老师跟这个蒋雯丽老师有好多亲密接触，感情是这么接触的，对，肢体方面的。那这个蒋雯丽老师刚刚有一个片段啊，大家看完都笑了，感情您还当过骑兵呢。问问顾长卫导演，他为什么老琢磨您呢？导演安排的。那场戏难拍吗？太难拍了，这骑猪比骑马难多了。我后来见猪就害怕，恐猪症。嗯，恐。就是因为你看我那个追着他走，就在后面拿个那个扫帚追着他跑，他会忽然。 那个猪就掉头来冲我冲过来了，啊！他就生气了，说：“你干嘛老追着我呀？”他跟你说了，他跟我，他是这把人真是给，这把猪真给逼疯了。他就跟你说：“你干嘛追我？”吓得我掉头就跑。那马你有的可抓呀，是吧？那猪那没毛啊。我觉得顾长卫比我牛，嗯，他起码让你成为。 中国演员骑猪第一人，还是最美的。确实啊，这个骑马第一人咱们赶不上啊，骑猪第一人能当一下啊。那这个刚刚我们看第一个这《霸王别姬》演那个戏的时候，您大概是多大？哎，我演那个戏之后就跟国立演了那个《杏花三月天》。哦，在上大学的时候。您知道我们上学的时候，您这个片段是开场就得学的。嗯，经常就是怎么着都行，这片段都会演这个。你学这干嘛用？上学嘛，电影学院老师有时有讲片段，不是要讲吗？哦，原来是这样。不然呢？ 你想什么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像这个金婚啊、女人帮啊，还有这次的爱情最美丽啊，这个哪个人物您感觉和您的这个本人最像？国立，你觉得哪个跟我最像？怎么着都行。那蒋老师本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你说呢？为什么？怎么着都行。我呢是，多面，双子座。 哦，所以一个人有多面性。那您玩过生活中最疯狂的是什么？滑雪。滑雪，嗯，没玩过那个啊，绑着你的脚然后啊，挂，没玩过那个。飞伞什么的呢？啊，对，都上了飞机没敢下去。真的呀？我就想跳的，嗯，然后这个我老公抱着我儿子在下面说，嗯，不要让你的儿子没有妈呀。 我就没敢跳了，但是其实可能内心还是喜欢冒险。很多观众啊对于您二位非常崇拜，不仅仅是因为啊二位这个戏演的好，其实呢，您二位也做过很多令我们非常感动的事儿。 比如说这个张国立老师啊，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大家可能想不到，在1989年，张国立老师的身份，你猜是什么？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队员。嗯，去南极了。嗯、看见企鹅了吗？企鹅，全都是。但是据说当年还差点遇到一些危险。对对对，啊、不是差点，就是遇到很多危险。那什么危险？很多危险，因为那个冰崩，嗯，我们的极地号被船头被冰山撞了一个大窟窿。嗯，那当时最后怎么脱险的呢？20天以后，突然刮了一阵这个季节不可能刮的南风，嗯，然后把那个船挤着船的那个冰山给刮开了，嗯，刮了一道缝，撤出了船，倒出来了。我当时在船上啊，这就我一直在坚守在这个船上。哎呦，那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害怕，万一回不来怎么办？那必须得想。嗯。 就是抱着这个，你很可能就死了的那个决心。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冰崩以后，船长宣布弃船的时候，大家都离开船的时候，我们要求，海员、船员、共产党员留下。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我们现在过去的战争片中，什么？ 一般来说，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共产党员先往上冲。这都是我们在片子中看到的一些情节。但是我的生活经历中，我遇上过一次这样的事儿，就是南极那一次。当船长宣布弃船的时候，他说：“共产党员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就看着这些队员们就站出来，就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就一个一个往前站。 我当时正在拍他们，我眼泪就不断的流，我根本就看不清这个寻象器了，我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一直在拍，然后其他人都要弃船，都离开船，因为这个船很可能就沉没了。当时我就说，我不是党员，但我坚决要求留下来。所以那是我人生中，我觉得一次。 特别有意思的经历，也是我个人在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后来回国以后，我们这个考察队集体荣立了1等功，我个人荣立了2等功，国家授予了2等功。关键是现在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嘛，他们在网上甚至有时候会认为那些英雄的故事是假的，会去质疑英雄。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说英雄谈不上，但是你说这句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接着说一下。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他不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这些故事是假的，是因为我们传递的方式有问题。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样的历史，有些历史是不能忘掉的。其实啊，你看啊，我了解这个张国立老师的时候啊，还发现啊，有很多非常让我们惊奇的东西。哎呦，真的，我还有让你惊喜。你看，不信咱一块来看一看。其实啊，你看啊，我了解这个张国立老师的时候啊，还发现啊，有很多非常让我们惊奇的东西。哎呦，真的，我还有让你惊喜。你看，不信咱一块来看一看。哎呦，活路的菌子平若江。 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相证明。这是我的一个噩梦。灭鼠令，这个消灭老鼠一包令，闹，消灭老鼠一包就见效。灭鼠令，21年以后又上春了。耗子药，让我棍子绝对吃这药。灭鼠令，令，耗子药，药。泰山，泰山！哦天哪，瞧你干的好事！水位在下降，水位正在下降啊！我说这话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是要吃我们的！我的味道怎么样，大家伙？嗯，信不信？你告诉他，我可不想给他当。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哎呀，这一期英俊秀一定收视率最高，内容太丰富了。嗯，关老师真的，我们看这个小片，我发现您这个没说相声，当然对于我们相声界是个可惜的事儿啊。您这说学逗唱，您这占全了，全才。真的，我们说做艺的人不怕身上玩意儿多，是吧？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再找个机会都能这个发挥出来。 比如这个你这个这么利落这嘴，它跟说相声有关系是吧？它反应，它首先它反应得快。他是南大财经系毕业的。对，我是从小学相声，后来呢在南大金融系毕业，毕业以后呢赶上金融危机就改做主持了。你是多才多艺。对，你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说相声，然后去学金融。 算计着自己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国立老师啊，前半段非常正能量啊，大家多学一点没有坏处，不要很功利的啊。认为这个，哎，学东西一定是要有用，不定什么时候将来就会有用，可能现在没有用，对吧？您这个当时配音好玩吗？我记得第一次配那个泰山的时候，他们给我签的约，我就说我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嗯，他们说那2个小时也可以，就是希望你来。那我就2个小时，我看一看吧，因为。 他没有多少台词嘛，他都是在学哦的声音比较多。后来我发现，那时候我很少看这种动画片。我一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觉得，哦，我不可以这个样子。我说这样吧，我们今天不配了，把片子给我一个，让我看一看。我希望不是这样一个合约，就是说我时间没有约定的。嗯，到了这个配尼莫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这一次还有一个经历让我去配一个什么。 好莱坞的一个大片，我女儿不让我配，我女儿说那个人是个坏人，那个人物寻龙高手，我配了，你配了，让我去配那个坏人，对，我听他们说来着，对我女儿说我不要你去配这个音，人家会问那个张克轩你爸爸配的这个是一个坏人，说他不高兴，我后来没去。但其实蒋雯丽老师啊，其实也带给过我们很多的感动啊，你们猜的是什么？除了演戏。 蒋雯丽老师还以作家的身份，对啊，哦，蒋雯丽老师做这些事儿都比我要那个高大上一点。你看人家能写书，能写书还能骑猪，对呀。蒋雯丽老师这本书写的是姥爷，您的姥爷，对，其实就是姥爷把我带大，所以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 非常的就是很深的一段感情。我突然有一天在想，就是人的生命很短暂，很无常。如果我明天就可能不在人间的话，有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做而特别遗憾的，我就想这个事情没有做，就是我对姥爷的这个东西没有做。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实现了。所以后来就是金婚之后，我3年没有拍戏。 啊，3年在家写，对，金婚当时这么火哈，按说那个后面是片约不断，我3年没有拍戏，就拍了这个电影。对。那在现场当时会不会有一些现实和回忆交织的状况？整个拍完的时候，我就是回到我的老家安徽，我自己跑回到那个我跟姥爷的那个小屋里头，我自己大哭了一场，啊，那个时刻我就是觉得好像。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内心里是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啊，就是一直不想离开那种，感觉自己对又再一次离开了自己的童年，再一次离开了这种，张国立老师有没有这样一位，这个像蒋雯丽老师说的他姥爷一样的这样感情非常深厚的家人？其实我跟奶奶就是这样的感情哦，我从小跟奶奶长大的，嗯。 我一直在天津跟着奶奶，唯独的一个，她的孙子那么多，孙女儿那么多，唯独的一个带着的一个人就是我。我一直我到现在我经常会做梦梦见她，我都会梦见她。其实跟二位老师聊了很多，从这个爱情，我们又聊到了亲情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美丽的，包括爱情也包括亲情的故事啊。确实让我们感觉到《爱情最美丽》这部戏不简单啊。这个大家跟我一块来叫，那一定好看。好。 听了张国立和蒋雯丽老师聊他们最美丽的爱情啊，我相信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您是没听够。那么在下周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和他们聊一聊什么才是最美丽的爱情。本节目由优自来水鲜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微视英俊秀”，关注我的实名微博 “DJ 琼俊”就有机会赢取天津欢乐谷套票大奖。手机看英俊秀，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天津 MTV 手机客户端万事达。感谢您收看本期英俊秀，我们下期再会。